早安呢、啊，我们今天来开始一款新的系列《张笔僵尸之夜》。这款游戏其实已经出了好几年了。我记得在几年前我看过阿神玩过这款游戏，可那时候是全英文的，所以我就没有买下来玩。就没想到前阵子才发现，哎，它出来中文化了，官方中文哦。所以来，就让我们来开始吧。希望会有个不错的体验。接下来是一关一关的，我们先来从电影恐怖夜开始吧。这游戏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，大概讲一下，它就是需要跳过开场动画，当然不要啦。它就是要用我们现有僵尸去把所有人都干掉，会蛮有趣的。啊，等一下，刚才那个是操作说明吗？不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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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现在终于看得懂他的剧情了。这次看了什么呢？哦，新玩意儿，还剩下三只。OK， 来，一人一只，感染三个人类，然后杀死四个人类。好哦，他这管，对对。哎，我可以咬其他，我可以感染其他人哎，我可以感染这样子，呀，杀，哇，咬起来，嘎瑞，然后被咬的就会再变成僵尸，然后去咬下一个人，今天好像可以加速，哦，成就解除，魔鬼阿诺完成。后面就会有很多很特殊的僵尸跑出来，希望会大家会喜欢。我看一下哦，下一关完成，杀光。挑战杀人如麻失败。他是要我们把所有人都杀掉，好吧？我们就不要这么苛求了，好不好？所有人都杀掉，感觉是有点难。不累不累的呀。有台大电视，打开看看。OK。你们听得懂这是哪一国的语言吗？我们可以看这个。位于市中心，是这些疫情的源头，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那三管奇怪的东西。然后下面还有一堆话，以前全都看不懂，现在就可以看得到。专家认为踢打婴儿有益健康。好哦。根据现场民众的说法，此次异变最初出现是因为服用了一个劣质的自制毒品。相关的报道仍在进行中啊。好 ，OK， 哇，可以看得懂就会很棒了。虽然说我觉得这游戏虽然看不懂，应该也是可以玩，可是可以看得懂剧情是更好。哎呦，这家伙会攻击哎，好啊，哈哈，那就注射你好了，有枪没关系。罗梅洛是什么东西啊？咬他，嘎瑞，有了，欢迎加入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干嘛？它操作其实是蛮简单的。有了，门破了。我们可以选择让僵尸要移动到哪里，然后选择要不要把门给弄破，还蛮有趣。这很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一款游戏，它就可以决定我们的走向，然后带领一群小老鼠还什么的过关，只是现在变成僵尸，致命感染，杀死所有人类，而且不损失任何僵尸。我们要杀死22个人。OK， 我们就不挑战全满，就是完美过关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买来玩玩。现在有中文很棒，马上死一个，等一下死光了。怎么可能会？好哦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边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我看一下哦。来，有枪有棍子的，我们都把它感染起来。所以刚才已经算是任务失败了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再一个，这个会开枪。哇，怎么办？来，感染，在旁边，我就不相信你开枪咬得到。有咯。咬他！马上秒！这个会开枪的好强哦，你有没有看到吗？这个会开枪的很厉害呢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可以改变轨道，这样子，来上去。OK， 加速一下，冲啊，僵尸大军们！一开始那两个要怎么避免让他们被咬死啊？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橄榄山已解锁，来，欢迎加入。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快一点，然后一开始就让那个家伙感染，我们就有机会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重新开始一次，来，重新开始本关卡，来来来，尝试一下，先暂停，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家伙给感染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家伙感染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，嗯，这几只。然后有办法打架的，我们就不理他。OK， 破门。OK， 这样就不错。然后多两个，对不对？一个两个，可以参加打架的，我们就把他感染掉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还可以多嘟几个。啊，外面是不是还有一只？哇，右边还有。哇，那我们不应该浪费这些的。对，不应该浪费这些的，可惜了。好吧。刚想说我们应该可以轻松的打赢，来僵尸大军，我们要统整一下，统整一下，哈哈。那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过完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也加入，把这只也加入我们的行列才对。刚刚没有注意到，好啦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僵尸们，快下来。有 ，OK， 路径规划好，那我们来开始破咯，可能没有办法。会死个几只，但是没问题的。上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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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咬死他们 ！OK， 接下来应该没问题。这边有三只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吃得掉。冲啊！那后面的僵尸来，有几个还在发呆。哎，等一下！我有一半以上跳河了，哇！跳河跳光了，这样数量少很多哎。OK， 竟然没有注意到，有了哦，这样我们算任务完成了。楼上好像上不去，你看楼上这边，哎，那你们是怎么上去的？你们是用飞的下来的？好了，完成了，算是关卡完成，致命毒瘾。但挑战失败了，哈！我觉得挑战真的需要花点脑袋想想。哎呦，快了快了，马上就成功了。嗯，罗梅洛应该就是指我们那个可以变成僵尸的药，对不对？哼，外面越来越乱了。哦，还有新的配方，我记得后面还会有各种各样僵尸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OK， 这边该怎么办？这里可以让它断电。哦，上啊！有，这样打爆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开枪开枪，它会杀掉好多只僵尸哦。你看，它杀掉好多只。嘎西。有了，接下来这边该怎么办？这个是一个，哦，尸霸是一种超级僵尸，可以控制其他僵尸的行动。OK， 疫情正在爆发，逐渐了解影响僵尸行为的因素了。某些僵尸似乎具备了控制其他僵尸能力。哎，我们都还没有变形，就先，其实他才是最终的大魔王吧，尸霸。失败的大脑虽然死亡，但似乎正在指挥其他僵尸对人类发起凶残的毁灭性进攻。好哦，所以我们可以选一个。我可以叫他干嘛？哦哦，那、他会攻击，他会攻击。来，他就会对那边。他会对那边，哎，旁边有僵尸，旁边有人，哇！这次可以干嘛？哇！上啊！
全灭了。他没有讲说这个僵尸可以做什么效果哎、欸。哦，会对人类发起凶残的毁灭系进攻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放一只在左边就是了。看来我们没有机会了，要重来一次了。欸、其实比想象中的难呢、欸，哇，比想象中的难呢、欸。OK， 他那只失霸只能在原地动就是了，他只能在原地攻击，所以只要不是原地攻击就没有办法。喂喂喂喂，是我们的小伙伴，不能杀他。有了，咬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失霸。OK， 哎、欸。等一下哦，我们可以让他决定方向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让他决定方向，然后往这边。哦哦，他会把僵尸往反方向赶。啊，我懂了。然后我有办法把他干掉吗？不行啊。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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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让他往左边走啦。对，要让他往左边走。懂意思了，那只僵尸可以把所有的其他僵尸赶到别的方向去。哎呀，我怎么玩到第三轮才晓得呢？所以你们大概早就已经发现，然后那边想说，哎呀，就是这样子，你怎么不这样做嘞？有了，应该可以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往左，这样就可以到出口，对不对？我原本以为是要吃掉它，这不是，这只好像不太能攻击人。哎，或许可以攻击人。你看，有把赶走，赶走，赶走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然后被他就是推的，好像会变得舌头比较红一点。有了，有了，他逃跑了。他应该是我们的始作俑者，所以我们得要小心。我看一下哦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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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干嘛？我们要把这个给控制好。哦 ，OK。哦，等一下哦，这样子该可以让他们回头吗？不行，他们会掉下去了。OK， 我还有两只，可以 ，Go 啊，错边，这个高度应该不会有事吧？不会有事，上啊，干掉他们！哎呦，等一下，又多了一个新的新闻了，不明现象，哎。受感染的人会同时自燃，产生绿色火焰，还不确定这一现象的原因。OK， 牺牲一个僵尸获取更多 DNA。哦，它就会砰，它就会烧起来嘞。嗯，你看他们烧起来了，有了啊，我懂了，那你就可以牺牲掉了是吧？那他就不再推我们了。耶，不错不错。厉害哦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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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追上去！哈哈哈，哎，其实还蛮烧脑的。哎，找到以藏匿毒品的地方，造成瘟疫爆发，可以。来，你继续跑。然后我们这边该怎么办呢？这边会先往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有一个让他先挡住，对不对？咬死他们，咬死他们。OK， 往左。有，推过去，推过去，推过去。先解决掉那个家伙。这家伙是在干嘛？流口水啊。有了，解决掉之后，下面其实有个门诶。藏匿毒品的地方是……哦，我们可以先到下面去。对，我们可以先到下面去。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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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往下走，然后把它打破。嗯，然后他们可以往这边往上走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罪行付出代价。哎，哦，这个有地雷哦。啊 ，Hiki， 啊，我们这样不是要死光了？砰，没了。哈哈，只剩下一只了，再一次。哎呦，其实挺烧脑的，哇，其实挺烧脑的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这边地雷要先避开，所以不能走下面这一条。对，不能走下面这一条。上啊，
说僵尸真的走得有点慢。OK， 咬死了，然后往左推推推推推，冲啊 ！OK，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给牺牲掉。牺牲掉之后，把这个打开。那这里我们可以先吃掉它们。然后中间这边包什么东西？我们可以先把这边都杀光。对哦，成就解除28门毁灭倒数，这是在跟28天毁灭倒数致敬吗？哦，要要要要要 ，OK， 上啊，咬死他们！啊，这个一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掉下来了。哎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可以先避开这里这一群，这个先破，这个先破。Go go， 那个一包什么？算了，冲啊！往下的地方前进，前进啊！继续跑，继续跑。哎，这边有地雷耶！可是我们的人应该够多了，我们的人应该是哦，地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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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Bang！ 哇、哦，我们用把他赶过去就爆炸了 ！Bang！ 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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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人。这可能会牺牲掉蛮多的，对，这样会牺牲掉蛮多只的，但应该是有办法可以推到里面去。Go go go go， 哇，有了，拿到了，解锁解锁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往上走。OK， 这边已经帮我们规划好路线了，这里破完，有一个拿枪的，对不对 ？OK。这两个有武器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把你感染了，然后把它给感染，可以，这样 OK 哦，这样就把我们咬死了。再来是这三只，上啊！哎呦，有个自己跳楼死掉了，杀！可以，咬破。哎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可惜了，但我们已经完成了。来，安娜他说藏匿毒品的地方，不知道是指哪里耶？对啊，我们已经可以破的都破了。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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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这边继续走。哦，这边要五只僵尸他才会。啊，完了，那这样会刷下去。我懂了，要五个僵尸它才会垮掉，哈哈哈，还蛮有趣的。来这边破一破，那我们这边就要先缓缓，对不对？先缓缓，来，大家聚集起来，看看可不可以凑超过五只僵尸去把那个给弄坏，应该可以哦。只要大家聚集在一起的话 ，OK， 这样应该可以了。来。哇！他们好像啊，因为这边三个你已经弄破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往上走了。哈哈哈！哇，那其实挺烧脑的哎。你要完成他的那个挑战任务的话，除了要过关之外，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去想。哎，我们其实已经过完了啦，那干嘛去右边那边啊？是吧？右边那边是去开心的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找到容器，只要炸开它，这趟就值得了。好哦，小菜一碟。哈，这应该是新型的感染药物。那崩了吗？哦，滑倒。这里面真的很多很可爱的东西啊。传播瘟疫，令控制中心无力控制，杀死18个人类。然后禁停区域，摧毁货车。好，我们要先让左边先拿到。对，我们要先拿到左边这个。等一下哦，那个应该不破坏不影响吧？那我们先拿到这个，因为里面那一只感觉起来很凶。这一只感觉起来拿的枪好像蛮强的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努力的敲那个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个。欢迎加入我们。
OK， 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两个被绑起来的哦。他们现在在挟持这个家。你们看到，他们被绑起来了，应该是、啊。然后那个毒药不知道会怎样哎、欸，感觉好像会蛮凶的。先把人都拉过来吧，咬死他，咬死他。先打开看看好了，他如果会爆炸的话，哦哦哦，爆炸已解锁。哎、欸，这家伙太强了吧！大家好，好，怎么了？疫情十分严峻，某些僵尸已经变成了移动炸弹，一旦爆炸会对人造成严重的伤害，还会毁坏周围的所有建筑和设施。警方呼吁大家不要跟任何僵尸发生冲突啊！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所以我要让它爆炸，嘣！有了，这样就可以炸掉它了啊！那个，我们需要去炸掉那个保险箱吗？这里。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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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炸的。OK。哇，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。OK。他们要打架。好好，趁他们打架，我们先多努力。我们可以在他们打架的时候绕到下面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老绕都瞄得比你准。哎，对耶。大哥们，你们这么近，这么近，怎么可能打不到？哦，瞬间秒了，瞬间秒掉了。这警官有点强的感觉。好、哦，然后这边也在玩。OK， 这边我们应该可以弄爆它，然后左边还可以再拿一个。Go， 我们加速一下。两个警察感觉有点强哎。我们只要避开他们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？OK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爆炸，好，这已经是最少的伤害哦，最少的伤害。OK， 只能感染一个。哎，这边还可以货车，那我们要让最后一个爆炸，最后一个，有了有了，最少伤害。那这被炸死的也会变僵尸哎，所以哦，嘿，嘣，那可惜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，喔喔喔喔喔喔喔，咬死他，继续往前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再近一点，要再近一点，炸，嘣，成就解除，然后我们货车炸掉了没？还没，还没，要毁掉它，摇摇摇，给摇起来！啊，所以我们这边其实过不去，如果我们走上面就可以过去了。但我们成就已经过了，应该是不需要去理他们了。有了，不错，完成！哈哈哈！哎，好玩呢、欸，好玩呢、欸，越玩越好玩啊！嗯，下一关，这边有一些可以拿的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哦，这边会有一只有僵尸来，我先等第一波离开好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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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概 OK， 他这样炸是损失最少的，然后我们拿到一个会自燃的 ，OK， 会自燃，有一个了，牺牲已解锁，然后这边也需要再炸一个，我们要最后一个再炸 ，OK。嘿嘿，哇，一个不小心操作失误。好，再等再等，我们要等所有僵尸最后一个回去的时候再炸，感觉会比较不亏，对不对？感觉比较不亏，这样子。哎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点数不够，所以我们要牺牲一个。啊，原来牺牲是在这边这样子用的、啊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再牺牲一个，然后再炸最后一个人。OK， 嘣 ，OK， 像爆炸的声音没有错。然后下面有一个这个巨霸，尸霸，尸霸，怎么办呢？这边该如何啊？我们下到下面来的时候，下到下面来，哎，还会有新僵尸进来哎，所以我们其实不用担心，哇，不用担心僵尸会不够。下去，
OK， 有一个已经下来了。好，拿一个这个。我看一下，这不是一样是尸霸、啊，爆炸尸霸哦，尸霸加爆炸。这些僵尸跟我们所见的僵尸不同，爆炸威力更大，波及范围更广。OK， 所以我们就会先变一个，然后把他们往回推，然后爆炸尸霸。等一下，让我们先过去一点，要不然我怕死太多只。要先牺牲，要先牺牲。哎呀，你去旁边。要先牺牲两只。OK， 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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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过去了。来，哦，哇，哈哈，这是你总听见了，哈哈哈哈。哦哦哦，原来如此，感染成功，感好戏。然后来，按他们感染完，哦，继续往下走了。OK。找到出口，离开地下通道，地铁大屠杀。哦哦，正在为酒类产品的研究集资，赞助一下吧。好哦，哎，这里也太多，我觉得我们要全部杀光，感觉有难度。而且还有铁道，哎，铁轨可能会卡到我们，会把我们碾死，感觉起来。然后我们需要先牺牲一点。OK， 牺牲一些之后，我们要来崩嘎了，砰！有了，炸掉了。然后我们需要在一个帮我们挡住，要不然这里下去应该就会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有一个摄影机，哎，这摄影机不知道可以干嘛？来，往左，快快快快快，往左走。然后这个打开，这应该是通，可以把那个给关掉。这个先不要，这个感觉会攻击我们，不会吗？好、哦、，OK， 有僵尸了，往前看看，往前看看，这边不知道会有什么，可是这边要五只僵尸，哦，出大事了啊！不行啊，这样子我们要少一点人去撞他，他才可以把他们咬死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可惜啦。好啦，你就牺牲了吧。这样我们至少我们可以杀掉足够多的人啦。嗯，应该是可以。Go go go， 然后留一个往下走，留一点往下走。好，然后把爆炸炸起来。OK， 来杀掉他，搞戏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再来。准备，嘣！哦，这要炸好几个哎！哇，这要炸好几个。然后这个门，这种门是不是破不了？这种门 是破不了。对，这种门超级防爆门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下来吧。要从这边炸过去。哦，这边炸过去，然后这里还可以再炸。我们可以往下炸。然后这个铁道不知道会到哪里。好，哎，僵尸有点过头了。我忘记我们的任务目标是要干嘛嘞？啊，忘记了。一个，再一个，有了，这样炸毁了。我们可以有一些往下走，看来是要足够多。这边要感染它，我知道了。这边要感染它一些。哦，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派一些僵尸先牺牲牺牲，然后你往这边 ，OK， 没有了，再来 ，OK， 准备好 ，OK， 再来是爆炸，哎，有些僵尸好像没有炸好角度，对不对？角度没有炸好就有点可惜了。啊！这边全部摔死了！哇，这么高就摔死了！哦，你们怎么没有吃维骨力？哈哈！哇，可惜了，没有想象中的好过哎。对，找到出口，离开地下通道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目标其实是找到出口就可以了。
我们如果要炸的话，可能不能范围太大，这样子才可以过去。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个僵尸？对耶，这边原本就有一只啊。哦，这边原本就有一只的话，来，你们三个先牺牲吧。OK， 再来就是爆炸，等下弄起来。最后一只蛮适合的，就你了。嘣。OK， 再来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尸霸挡在路中间。OK， 往左过去了，然后再把这个都毁掉。我看一下哦，先让两个过去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完了完了，错了错了错了。没关系，这样子应该可以。好，过去两个，剩下的往上继续走。破门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把他们杀掉了。你看，哈哈，僵尸入侵，没有错，就是僵尸入侵。死吧，死在你马桶上吧。然后这边，哦，这里可以直接把它弄爆。好，这边弄爆之后，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它了，你就牺牲了吧。OK， 啊，这里可惜了，这里两只僵尸就会垮。可惜了，刚才如果一只僵尸就可以了，说，但应该不影响，对，应该不影响。来，两只过去，剩下的往上走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们现在进展很好哦。然后我们需要一个爆炸，好，然后再一个爆炸，等下再一个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边过去帮忙咬他们，去咬他们。OK。两个回头，砰！哎，他们扎到自己好像不太会扣血，对不对？好像不太会。然后这边过不去了，可惜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杀掉所有人，要控制到只剩下一个人是真的有点难。哇，有点难。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挡一个了吧，这样比较省地，省他们要跑超远。好，然后这边我在想我们该怎么办，我们下面不能炸，下面炸下去我们会直接就死了。哎，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杀下面的人啊？对耶，我觉得要想办法杀掉下面的人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，要杀到上面的也不太容易。所以这只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吗？我们可以让它爆炸吗？不行，这只不是我们的僵尸，这只不知道是哪个派的。所以我们这边该怎么办？我们这边应该要让它稍微远一点点，远一点点，这样，这里，然后往这边推，好，然后爆炸这样范围，哎，没有用，好，再一个，哦，这样两格还好没事，好，等一下我们需要再牺牲几位。你们先牺牲吧。OK， 不行不行，要再近一点点，我们才可以用死一只。可是这边也是锁起来的门呢，我们就算让这两只死掉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吧。我懂了，要沿路感染上去。哎，可是不行啊，我们要怎么去打破这边的门？不可能啊，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做到啊。我们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做到啊，因为这边你看门都是锁起来的，然后他们好像僵尸不会走中间楼梯，他们太笨了。来 ，OK， 这样子这个爆炸应该就可以了。有 ，OK， 看一下哦，牺牲，然后。卡住，往这边，有了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哎，爆炸！哦，成功了！我不知道怎么成功的，但成功了，耶！成功啦！可以，太棒了！虽然我是不知道怎么成功的啦，
变，哎呦，他成功变成我们的伙伴了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下面这几只就不知道该怎么杀了。对，下面这几只，哎，如果我们等一下哦，牺牲，然后我们把它变成右边，然后左边，那你先你把它爆了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耶，你看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大只的成就解除脑死，大只的它不怕摔，哦，而且这个可以飞超远，你看，可以往上超远的，哇，原来如此，我们成功过完下面的了。对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走这边的楼梯，我看一下哦。完了，我们这边也需要有一个 ，OK， 然后把你牺牲掉，冲啊！不知道可不可以走这个楼梯上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好像还蛮有趣的。杀掉他们 ，Got away！ 好像不行哎，连人类都不会往上走。对，所以上面我们可能需要用炸的，想办法把它炸到上面，之后沿路炸上去，上面的才可以杀光。不过我们已经过完我们的任务了，所以就完成吧。不错，地铁大屠杀失败，但我至少过完这关了。哎，他如果认真要玩，要把每个都过完，真的不容易哎。你是米格，有客人找上门来了。哦 ，OK， 哈哈，好。把他们打发走再来找我，我花这么多钱是让你来玩的嘛 ？OK， 我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要把一个僵尸引到毒枭所在之处，密巢强袭，然后杀死所有枪手。OK， 我们30点对不对？哦，来 ，bang。OK， 然后 ，bang，OK，、okay, 再多一个，这样子我们就有可以拿的了。只是这边这个要怎么拿？这边这个，哈，这个没有地方可以破坏耶，不知道要怎么拿。没关系，在这边的僵尸我们应该是杀得掉吧。然后我们有两个，我看一下哦。这边可以先嘟一个，再多拿一个，这里好了。来咬它，它就不会咬这边了。OK， 然后它先把它咬死之后，我们可以先不用破坏，我们直接用炸的，这样，然后炸爆它。OK。有了这只，应该我们也可以吃得掉了。再来是这边要怎么过去啊？这边可能要用炸过去，我在想。嗯，这边可能要炸过去，两只包可不打得赢呢。哦，这边好多人。哎，来，先变身，然后等一下。哦，他不行，他变身完马上就被弄死了。OK， 有了，好像炸不到呢。砰！哦，可以，他那个爆炸，那个血只要弹到就会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这边，哦，他把我们僵尸所有都打死了。来，砰 ！OK， 成就解除，旅鼠。哎，真的好玩。然后这个我们把它破坏掉吧。算了，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。然后这只我们就不理它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我们要干掉这一只才可以下去拿下面那一个。哇，那我们已经所有人都在这边了。我们是有一管啊，但一管就直接卡完就好了。乱乱，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往上走。然后这边有四只，这边有限定四只。好哦，这边过去就可以拿到了，不错。OK。这边先不理他。哦，这里是有点类似障碍物的东西。对，类似障碍物，先毁了吧。
OK， 我看一下哦，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往右边赶，然后就不会碰到这个。哎，那个但灯为什么熄掉了？为什么灯熄掉了？哎，我也搞不懂。但没有关系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你们过来，我看一下哦，这边可以破坏掉。然后这边只有四只，咬死它。OK。好了，这个爆了。我、哦、连自己，哎，对耶，自己的僵尸好像不会有事情。成就解除惊声尖叫。好，我看一下哦。然后这里，这里往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这样子就可以过去了。好，然后这一只僵尸，这一只，这样子。啊，不行啊！为什么这个炸不爆？这是超级强化门呢、欸。对，炸不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边还有两个，而且下面还有个地雷。对，这跟我所想的不一样。我们是还有好几管啊，所以我们就不如这样子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旁边还有啊。好。不管怎样，我们这边哎、欸，怎么还有一只在这里？哦，这只是从这边过来的。好好好好，不错不错。哎、欸，地雷刚好炸掉，所以哦，然后你就牺牲了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。哔哔。哦哦哦哦，等一下，这个砰，地雷，地啊，哦，地雷刚好哎、欸，所以啦。接下来我们还在往前走，要到毒枭的门口了。OK， 这只毒枭好像有点厉害。烧烤时间到了，怎么烧烤？哦，哇，哦，僵尸在上面会烧掉。哇，哦，火变成这样子。哇，可惜了，我们还以为可以干掉他的，但也算是关卡完成。可是枪手终结者失败，为什么？啊，我们会不会那一管要直接打在那个打在那个毒枭身上？或许哦，或许要直接打在毒枭身上就有机会了。不过算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往前吧。啊！哇 ！OK， 我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是到哪一个关卡了吗？致命感染乱葬岗。哦，退出关卡。我们它是一个大关还是？哎，没有哎，其实我们这样子过已经过的，就是还蛮多关的了。然后在这个之后应该还会有别的关卡可以过，对，后面还有好几个。然后这个月球漫步者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不同的大关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先玩这样子好了。对，先玩到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还有好几关可以过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系列感觉如何？你们会想要看吗？我觉得玩起来是很好玩啦，但是我怕看起来，就是大家看起来的感觉比较就还好。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还不错的话，记得跟我说说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拍。而如果大家没有很喜欢的话，我可能就是找个机会直播来一边聊天一边玩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嗯，大概是这样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等特价来买，我觉得现在有中文，然后操作也很方便，是蛮有趣的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拜拜。